封号了。真是的，你们管的事儿真多，操的心。嗨，我给你打都有一种压力感。什么压力啊？你5000多人呀。那咋了？就是很多呀，就打不过呀。行，咱们打一把吧，打不过也得打。啊，你输了干嘛？输了你发一个作品，就是你哭的视频，就像他们一样，就像他们一样给我哭，给我哭，然后用我的新歌。就是三年学的你心，你却是我用的心。然后你我看到这些了，好，对，然后你就发这种，就说，然后文案配那个，这首歌真的很好听，听哭了，然后对，行吧，用我的音频，然后在那个文，你输了，你输了，和旁边那位亲吧，好呀，可以啊，不在屏幕外，在屏幕外面，好吧，因为屏幕内清风了，别秀恩爱，什么，我现在心是痒的，你别秀恩爱。好，乖音拉票，要拉票。这首歌就是很想哭，看完。我好像很少连他，很少播，主要大王嘛，是一直 Q 他俩，因为他俩哭得很真，他就是真哭，他不是假哭。你说说话吧，我拉个票，我去看看。你头发咋了？来拉拉票了，拉拉票了，兄弟们，上上票了，兄弟们，上上票了，上上票了。一直在讲话也不太好的，都是朋友，哪里不好了？很好，都很好。哎，我该刮胡子了，谢谢 LBY， 谢谢。我这么野蹲着了。我今天没刮胡子，宝宝。我刮了，但是又长出来了，刚刚刮的。这现在也蹲着了。怎么蹲？我怎么蹲着了？我要抢镜，我要在最前方，我要抢镜。谢谢 H 啊，谢谢，谢谢耿宝送的摩托，谢谢耿宝，谢谢耿宝。脸出油了，我去洗个脸，真的，啊，我去洗个脸，宝宝，我去洗个脸，啊，我把胡子也刮一下，包袱好重啊，啊，什么？你的化个妆出来吧，你再。兄弟们上上票啊！刚才我的新歌打 call， 我现在连着大网红都让他们给我打 call。对面和这首歌感觉，我这首歌是百搭。谢谢小小的月送的爱你，谢谢小小的月送的爱你。确实，兄弟们，我前两天，就是昨天收到一个嘉年华嘛，然后我那个时候不想下播，但收到嘉年华之后，我就感觉有点，就是我感觉我不配收到这个礼物，然后我就赶紧下播了。我不知道为啥，我心里会有一种就是罪恶的感觉。我不知道其他主播有没有，反正我是收到这种大礼物之后，我就感觉。何德何能，然后我就赶紧就下了，赶紧又下了。我上次也是别人给我送了10万票，我一下我就慌了，我就赶紧下了。我说别送了别送了，我一定要让人下了，我很慌。
不兴，金木可不兴这样。还油吗？不油了，脸干了。啥？你有哭过吗？我哭过呀。啊，你就配我的那个音乐，然后文案就是哭的视频呀。对啊。别了吧，我是喊着别人名字哭的。喊着你别忘了有配乐，听不到。能听到，很大声。你就把那个原声关到零，然后再用我的配乐就好了。啊，几个脸白了两个度。啊，文案加一个失心病啊，就是那个井号失心病，可以了。啊，失心病。啊 ，OK， 井号失心病，说这首歌真的很好听，很伤感，谢谢大家。我走了。谁赖皮啊？靠，没有赖皮啊。我没有赖，我可以这样录一个吗？你哭得出来你就录，好吧？他没有，他不是有那个特效吗？有那个河马特效也可以，随便你，我不管你，反正你。我没有赖皮。啊，你给我哭就行了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我先给你发，然后艾特你。好。你艾特我，没必要艾特我，就是失心病就好了，好吧？好，拜拜。拜拜。太好笑了。方天宇的还没打完呢，方天宇的。封号了，刚刚。我刚没了，我刚刚点鞭炮没了。OK， 再闭麦，继续闭麦。打还打呀？打呀，为什么不打？啊，行。继续打，来，继续打，兄弟们。对面有人说他赖皮，没赖皮啊，兄弟，没赖皮，别说慢，人家都乐意帮我推歌了。刷个票吧，兄弟们。没有 Q， 有啊，可以啊，都可以听。你只要搜失心病王胜峰就可以听了。就帅，他是很帅，大家不要打击他的自信心了，好吗？而你的自信心会被磨灭。我的自信心不会被磨灭。我对自己有一个非常的感觉，洗完脸都瘦了。我跟你讲，我就是洗脸等于整容。胡子刮不干净。刮了。我刮了，但是因为我电动洗手刀刮不干净。谢谢嘟嘟。谢谢嘟嘟啊，谢谢。黑发更帅，慢慢留，慢慢留，头发再留一下就好了。洗掉了两斤肉，对的。谢谢 H， 谢谢。谢谢 H。谢谢 H。这把 PK 应该能赢吧，兄弟们。放在油管。油管是。外网。啊。小五师兄，我是。对面偷塔去，上上票吧，收萧山吴世勋，收收塔去嘛。我今天上来就是准备就是说推歌的，所以我们虽然今天容身之处，你就这样吧。他们说你额头有点宽。我不是，是因为那个。谢谢小小的月送的热气球。峰峰的美颜不适合我。啊，要怪我的美颜。但你的美颜不适合我。也是我的美颜，是我的问题。我自己的美颜也非常适合。是我的问题。新歌很好听，谢谢了。大家可以转发一下到朋友圈之类的。你转还是86？
谢谢 H 的摩托啊，谢谢啊。谢谢 H 的摩托，你们一分半了，一分半了。这情歌好听过吗？晚上听更有感觉。还问我是谁？弄个专门直播的地方，我们有专门直播的地方，就是桌子上。风就是，我喜欢蹲着。风喜欢，就像小学生一样蹲在这里，像一个小兔子，小小只。真的很对，去打飞鱼，让飞鱼过。我打不过他，他太多大哥了，觉得他太多大哥了吧？真的吗？大王发了，去看一下。谢谢薇薇。大王是谁？大王同学。叫视听病，兄弟们，还有14秒，大家上上票，别被偷了。冲一下，是好什么用自己的号播？小峰回娘家了，我就用自己号播。明天下午健身的时候可以直播一下，明天下午健身播一下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给我录作品，哭吧。几点健身？3-4点吧，3点健身，4点健身。我再去跟别人打了，放那一批发了，告诉我。解封是那个。好吧。别赖皮啊！别赖皮。我不赖皮。行。我跟你讲，解封9点，咱们现在这儿就像钉子砸在，反正就是我说话算话。我的夜车哪里可以听完整的？我手机上。练腿吗？不练腿。练腿那个太痛了，练腿表情很丑陋，就明天练个背啊，练个肩啊，就没那么痛，不练胸啊，都没那么痛。全网一梦，让大主播给我一梦起来。大主播都去哪了？都在 PK 呢。都在 PK 呀，还是绿姐哭的最好。我俩怎么长得这么像？风脸上有肉，风被我养胖了。被我带胖了，长得像，因为每天亲个100多次吧，口水都换来换去的。你说我们这个 CP 号多久能破10万粉？一个月了，这么久吗？小孩给我点赞了。给你点赞，干嘛呀？郭老师在哪？郭老师播了。飞鱼还在连呢。CP 号叫senghao homie，就这个了。今天我，哎呦，怎么又把这个弄出来？就这个。然后今天发的一个数据还不错哈，数据都有2000赞了，这个都有2000赞了。senghao homie，今天发的我做饭的。好宝宝就说今天开学了，他们。再看没有啊，他开学了，就算所以你今天糊了，我没糊啊，就是因为大家今天开学没时间刷手机了，微博投票投了个寂寞，就是我说了算，就是象征性的让大家参与一下，然后就最后呢就是我说了算，
开学了宝，开学了，那我也没有胡啊，兄弟们，怎么会说我胡了呢？这种话可不吉利啊，你自己删自己。你还真删了吗？舍不得。不要再。是在演戏还真舍不得。不要再抖音，就是上面装自己地位很低的样子。这还需要装吗？这条视频里面哪一处不是地位低的样子？跳起来捶我手机。有人说你跳起来捶我手机，你发现没有？你知道那个吗？没有。就是你蹦起来要蹦个五米高，然后才能捶到我的手机。看你真的是跳起来捶我手机，快看快看，跳起来才能捶到，就正常的，你正常举手够不着我的那个高度，你得跳起来才能捶我手机，是不是？五千了，够五千。郭老师小号叫啥呀？郭老师小号叫什么？你的大号为什么老掉粉？掉的粉都是一。一。掉的粉都是一，没事啊。叫什么？郭老师小号。